归待处，这、就是地种本愿计划这几句話是咱修行最好的功能。发大心就是发菩提心，在你个注意详细讲解了。 大心无化，决定袂当成就；大行灭教，为什么成就你尔快速？尤其是佛法内面的万盾大法，伊无八行诶，就是心量大。 心包太虚，龙就三界啊！这是咱本来诶心量。现在呢，咱心量变啊，遮小。我想讲，咱没了，没了，虾米？就是没了自信，没了家己原本诶心量，所以变成现在。 这款心，啥物叫大行呢？心量大，行就大。下面几个大，拢伫即个大心。你心量小，修六道万行是修行；心量大，就是修三归五戒，拢是大行。由此人知影，大小不在行。 不在个，也不在粗，纯粹是在大心。祝福如来，因为心量呢，丝毫障碍就拢无咯。所以心量就是虚空法界，一念呢是虚空法界，心呢是虚空法界。 看到诶是虚空法界，这叫发大心嘛？大心一个法，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无条件诶服务，无条件,无无条件帮助，无一毋是尽心尽力。 所以才会当修大雄，这所在咧大雄内面提出两个公令：，如强精进，止恶行善。实讲这两句诶，将行门全播包卦进咯。 如种精进是善君，止恶行善是善行。菩萨善君唯一精进，为什么呢？菩萨四法里面三善君,君，一拢固着，不贪不嗔不痴是三善君。 所以，以为圆满菩提，完全去精进，不断的将家己境界向上提升。精是精神呐、啊，精神就在大心里。只有大心，才会当精神。 大心无殊啊，大心无分别执着，无妄想，所以精啊，任何一法，拢精，拢是损而不杂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修学任何一法，拢会当得。 无上正定正觉，拢会当成就圆满菩提，所以才真正显示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。这所在讲的法门平等，那是讲佛法，包括世俗世间一切法。 你真正是发大心，佮就会上讲，无有一法，唔是佛法。如果无发大心，诶、欸，诶，就是讲，如一法是佛法呢？如果你诶心，也是自私自利，讲实在，无一法是佛法。 大刚念地藏经，大刚念华严经，也是自私自利。华严地藏，毋是佛法啦。真正发大心的人，你无地看过《济公传》？我甲您讲呢，《济公》逐刚食狗肉、啉烧酒，拢是佛法。 无一法，唔是佛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着相啊！我顶无妄想，分别执着，无一法，唔是佛法。啥人知影这个道理？今日境界人知影地上是高夫再来啊！ 果福是现的呀、啊，夏季为人，地家不空，谁不成婚？这是地藏本愿呐、啊，地家不空，谁不成婚？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心帮助一直苦难众生，只要有苦难众生在。 家己就要家己一直众生合作一个啊，专心全力去帮助人啊，这是这种本愿啊,啊。有处人怎样、啊？都一个护菩,菩萨，不是这本愿。有处人怎样？都一个护菩萨，不是这种菩萨呢？ 呢种菩萨唔是一个人啊！对世愿救度苦难众生，这点来看呢，所有诸佛菩萨拢是一种菩萨。对大慈大悲来看呢，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拢是观世音菩萨。 对，主真实智慧，决定不灭，所以一切菩萨拢是普贤破萨。菩萨不是一个人啊，拢总拢是啊。所以们何一尊乎菩萨，伊性质拢是万万呢你对叨一方面去嘅看，称做新佛，请你做新菩萨。 所有佛菩萨名号融合一体，是发心如来啊，发心大事啊。人啊，知影？所以诸佛菩萨的德行，就是咱家己信德全体显露。咱。 爱恶爱信爱改要行，然后你就怎样？地藏菩萨的座位呢？家己就是啊。观音菩萨的座位啊，家己就是啊。但讲那供养佛菩萨形象，那是什么？拢是模型啊！照着这个模型塑造家己。 供养观音菩萨，学观音菩萨啦，学得真神，家己就是观音菩萨；供养地藏菩萨，我学地藏菩萨，学得真神，家己就是地藏菩萨。地藏观音、文殊、普贤，拢是家己的圣德，圣德才能圆满现前，圆满的成就啊！ 所以讲，佛佛道同啊，一切佛就是一尊佛啦，就是一个自性佛啦。所以啊，我讲过啊，西方法界一切众生，拢是如来化身。你知这个意思不？ 来，每一个人拢是如来化身呐、啊。如来是什么？如来是自性。华严讲，唯心所现啊心就是真如啊，就是本性。已经中严拢是祖性变现的呀、啊。祖性是如来，祖性变现呢，不是如来化身是什么？ 所以这，即个前面诶，讲到入一行三昧，或者讲一相三昧，你就见乎无数啦。你所看到芸芸众生，拢是诸佛菩萨的视线那就见乎无数啊。你不入这个三昧，你唔知呀。 你毋认识啊，无共爱。为食所变，食也是家己嘅性食。做他是一啊，决定毋是你啊。然后才知影爱别人才是真正爱家己,己啊。恨别人是恨家己啊。 害别人是害家己啊！助他决定是一，不是二，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，也就是佛法完全甲你讲真话啊！佛是二地说法，一说的，就是随顺咱凡夫低见啊！ 讲的是不究竟法了，所以真的，那是随顺如来，故地上清净境界而说，讲的是真话啊，真话是生活平等啊，生活不离啊，不离就是一了、啊，升起众生了、啊，或者主佛了。 众生甲诸佛是一体啊！即个你讲真理啊！这境界啊，安怎讲呢？拢无办法体会到，什么原因？有梦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领悟是非啊！你安怎体会到？放下是非，领悟。 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知說說就了。胡说讲一点啊都无错。你点头，你声音这叫做正德无生法念、无修大行，明阿已经感大故了。这個、所在大故是感性幻天。 苗不野心嘛、啊，感情反天是六度来源的大故。苗不野心是出世间的大故。小主做个真好啊，大心花喽 也修大行，但是智慧无开，干的高步是六道内面大谷，成大幻天了、啊、如果智慧开了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是法界，还是妙步，妙一心妙步是一进法界啊。 华严经讲个啊，华藏世,、啊、世界啊；净土经内面讲个啊，极乐世界啊，迄是妙宝啊。野心就是主宰极乐啊，咱家己也种心重啊，这是真个，毋是假啊。 那想要消业精，也唔是一个容易嘅代志啊。但是也唔是一个困难代志，攻难不难，攻易不易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内面蚀气太深，外面环境唔好啊。我有六点。 有些个力量太大，这是困难啊讲你不难，不然是只代志，救自己，不救人啊。世间救人困难啊如果自己一当发心，尽心做，这才就就不困难。 世间名闻利用，红结红心，甲断掉，每一个受的诱惑，毋是做袂到。为什么有人做会到咧？伊为什么有人做会到？我为什么做袂到？我心无够雄啊！雄毋是对别人啊，是对家己啊。对别人爱柔和，对家己啊雄啊！ 现在人颠倒了，对别人凶，对家己无凶，所以无办法了。咱对家己爱雄心、短绝、一切诱惑，知影、啊、这一切诱惑拢是要么鬼怪，这一切诱惑上咱去三刀地界啊，唔是好大事啊。 如果会当外面不修又歇，内面不生烦恼，不欺心、不动念，这代志有甚物困难呢？现在会当一生对凡夫的，一生完成福多，那为什么没用呢？所以花严经读了，会一定爱发大心。 现在灵我也灵啊！咱读《华严经》则无别念、无别恶啊！现在童子随着五十三位贤弟子节节高升，伊禅风结上菩提果，早做菩萨。 对于这以后，真真正是兵部清云了、啊，智位智位，就从家己境界向上提升啊！海魂菩萨二珠啊，苗族菩萨三珠啊。 那为什么没赢了？这个标法，如果咱讲一下，佮大一点啊，当你境界是无敢款，讲一下滚一点啊，你的境界无同款。就现在，同志给人表演的呀、啊。 为了实现啊，咱今仔日达个个做袂到，当年爱做到啊，也就是当年爱有进步啊，咱就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袂用得讲今年甲古年也是干款。 甚至今年啊不如去年啊，那就害了，啊你就退转了。今年比去年还那少了，地位增长了。明年比今年还那更加少，地位更加增长了。那就是选择动作五十三餐。如果你真正精进， 坚牢精进，知恶行善，你达哥嘅都无同款啊！对达哥嘅无同款，到每一礼拜拢无同款。诸位如果会当做到每一礼拜拢无同款，我恭喜你哦！你决定是上上品王星。 你也当大哥，给无共款，决定的心情土。当你无共款，也就有把握、有信心。如果听停留伫遮呢，见你甲旧年差不多，无甚大进步，梦想无减少，地位无开。 你王星西方叫世界就给，就该拍一问号，无把握啊！这道理及事是真相，未用你毋知影、啊。所以咱今日读到这，甘大举决定不求还天。讲老实话，大还天，请我做天王，我也不爱做。 为什么呢？无出力了都轮回啊！还天龙好不多啊，向钱咩安怎么呢？总有高塔的时阵，向钱咯，好在经常讲的爱轮回啊，也个向下对路啊，这代志唔是究竟啊，连大还天龙的福报拢有金 人间富贵为什么达得谈多呢？所以人间富贵就可以下掉了。恰草珠啊，错地大门落在其中啊，进来都有大落啊，有金落啊。 这个人跨不出来，所以你也知呀，什么是大心，什么是大赢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这就是大赢啊！你是在哪？唔知呀、啊？ 压力就依照佛所讲的再调伏，我改实先六多破险破杀修观，这就是具体给你讲出来。咱正宗学会成立。 我写一言起，言起内面提出周学五的功能，五的科目逐个好记啊。即五个科目就是咱家己生活、住宿、大人、教育的标准啊。三好、六好、三下六多。 时代万隆，我的科目无做啊，但可以记啊真清楚。只要咱齐心同念，严古做作，甲即五个科目相应，真修行；甲即五个科目相违背，那就做业喽。 就会去六度轮回啊！你一旦依照即个科目，修正你家己嘅错误行为，你根本一定速成，甘大果大果能改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列大梦啊！ 梦是比如，如梦啊，咦伫梦啊内面出未来，真可怜啊！如果将这个梦解离开，有此咧，这梦、個、是代表因地相共代表烦恼，烦恼是梦啊，古相共是六都循环界啊。 六度十八是发盖是梦啊！那什么时阵这当出去？得注界后经论开定眼目，这是破眉开眼，没什么啊！爱靠会经论啊！ 所以，佛的经论像法宝，主要怎样？佛陀在世，世间有福报；福不在世，福报没了；福不在世，靠什么？靠法宝。所以，数一法来明，迦兰依法不依人。 伊人错咯，人是凡夫啊，人烦恼，人也习气无断尽，伊唔是佛啊。伊讲伊是甚、啊、么佛菩萨再来，咱袂当相信，咱也袂当依口啊，宣道大师。 伫观景上品上星迄张内面，做解真好啊！过日啊真多。这什麼时间啥物时再有火呢、啊？弥勒下生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。 弥勒菩萨降生伫即个世间，实现不尚成在这四天四天八上道。即世间叫佛出世，是即世间当中无佛啦、啊。佛伫只显示是现实什么身份，咱就将伊看做什么身份，就不只有五道。 伊所实现种种身份，伊讲也好，表演也好，决定甲经纶相应，活佛道同啊，就是高佛再来，也未甲金佛所讲的相违背。如果甲金佛所讲的相违背呢？ 决定不是过去再来啊，那是妖魔鬼怪，恶枪苦菩萨，你的思想、境界行为甲经讲诶相违背，不是真福啦、啊，真福决定相应。咱冷静、细心观察。 自然就这个依靠啊。第二句讲，用通解决出浪。这对修行兄来讲，修行兄主要注意用通，用是万用，通是通达啦，无障碍。人今来出不了浪，解不了结，出不了浪。 拢就是六多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咱袂当万用啊，咱处处拢行袂通啊，袂通就是有障碍啊。也是烦恼啊，烦恼即结，无办法偷开啊。意要知影用、啊、通就解开啊。 阿尼即会当列大王啊，即王啊真大，啊。无时夹来，生生世世，咱拢无办法出离，啊，拢伫即个牢笼之中，归大厝，大厝是什所在？大厝是法界啊。 大厝是真虚空变化界，这是大厝。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是是的自性土，这才是真正大厝。自性土变虚空法界。 在佛法内面讲，祝佛谷地上的薄土即薄中央土，主要怎样？即薄中央土是真正大处。大家拢怎样？佛法内面讲四土、缓性冻积土，不是大处啊。旁边又有土，也不是大处，是。 布托内面无界限无分别，咪因讲释迦牟尼佛全部世界十不是布托，毋是叫世界是布托啊，即位讲未通啊。是布托内面无界限是一个佛的十就是阿弥陀佛的是布托，阿弥陀佛的是布托就是。 比如加那也是不妥，是不妥是代处啊！世界摩尼窟的方便有土，确确实实，毋是叫做世界方便有土啊？迄毋是啊，迄是地区啊。但是讲到是不，是不是共通诶，就无咯？食物是不是代处？环境东基础；是不世界环境东基础。 甲台风祝福的反省同一套无同款，嘿、那個啊，真正是无同款。嘿是小处啊，毋是大处，大处就同款咯。界限无咯，小处有界限啊，呀，迄个上去公土，嘿就毋免讲咯。 从起讲好，讲的是理，那是理想的大土，十部是不中严土是思想的大土，理所不利啊。所以先识破中严土，就正得清净法身啊。 顶虚空变化界，这叫堆大处啊！这是地藏本愿，也是一切诸佛菩萨本愿。伫这咧以地藏为代表，所以青年法师用这部。 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改判罪，完顿大发，万言说法，无法不完呐、啊。如此念佛，并在一念概念之心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五心纪念，幸福一连。 迄真有艺术啊！如初林，前面讲的一种菩萨是林，法是一种本源。一种菩萨林，一种菩萨的法，在哪位呢？在咱一念之心。 每一个人的心内面拢中古照了，每一个人一念之心拢古照，一切诸佛化中，无一丝毫欠款啦。可是这所在主要会记咧，啊，特别注意一念心嘛，诶，二念心就袂用咧，一念就袂咯。 所以轮管这个开端，讲是什物呢？一念自行你看美国军讲的，一心不乱。东门所以结功，万化归一啦。意是什物？一念，就是一念自行一念概念之心。 就是一念自性，一念就是自性，一念就是真心，一念就固著一切法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中就在一念之中。所以，咱如果会当得一念，就成功了，就法法固著了。现在咱就是无办法回归到一念。 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警告，无非是教人回归到一念，一念是你真正的家己，所以是佛教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就是一念，二念就没了。 一念不掉，不一念在现前，可是咱保不掉啊！咱目睭睁开看物件，第一念第一念是一念；耳根听物件，第一念也是一念。自信。高宫法师住灵岩精，教咱下士用棍，下士用棍安怎讲？ 就是写二念，用一念，二念是色啊，一念是根啊。李永松讲的无错，讲的真好啊。可、就是呢，一念收不掉，第一念是自性，第二念就变成色了。二念内面就妄想分别执着。 一念内边无啊，所以这句话关键在一念。咱无办法守住一念，一念即空即假即中，空假中是幻，这是说明。 一念就固执一切万万的佛法，佛法所讲的不外空假中，空是空体性，是空体性，万法皆空啊，是空体性，假是共性。这诸法不是无相有相啊。 相是假啊，金刚先生讲的，凡所相该是虚妄，假相啊。或在跟来面个人做些比如梦幻泡影啊，相拢是梦幻泡影啊，伊有未用讲伊是无，假相，相是假啊，佛菩萨用中，这古名啊。 那用偏咯，反复偏的都位咧，偏在假，将假当真。李姓人偏空，姓文言格偏在空中，六都反复偏在假上，拢错了，拢无完完不是用中啊？ 用中怎样是上加太空？伊两边不着啊，一不着空也不着有，那就自在咯。大自在，大完全是用中啊。富菩萨用中，中国古圣先贤也怎样用中？ 你看，人讲中庸之道，甲佛法讲的中道真接近啦。会用中啊，会用中的人就是计智慧的生活，行遍了人计烦恼生活。 尤其是六道凡夫，偏在加上，就直接着忧啊，离情即着空啊，比咱烦恼少一点啊，但是有烦恼啊，有什么烦恼？袂当证真实的结果。这一念真心啊，是固著。 公卡中，我心见你，辛苦一年，那你心是安尼先？但你那里虽然无讲我，公卡中拢唔知呀。可是祝福如来发心大士，因清楚啊，因看个清清楚楚。 那所受凡夫，用一念自心无用啊！什么时候用？时时刻刻拢在用啊！从来都无停止过啊！一念自心不生不灭啦、啊，不来不去啊，不常不断啊，不依不依啊，还是意念自心。 可是，咱对第一念立刻就转到第二念，诶，速度比颠更较紧。咱建设民生，无起心动念的时阵是第一念，起心动念就落伫二三。二三什么意思？你是二一，三是三心吗？ 利益就是，就是、文呐、啊，得来意识；三心呢，就是心意识，就是将这自性之体验变成色。三心二意就是讲八色，八色五十一心数，讲较详细一点啊，讲较简单的一点啊，是三心二意啊。 三心二意是妄心嘛？不是真心吗？一念诸性是真心吗？难我是如此，生活亦然，一切众生也是如此，一切诸佛也是如此，一切诸佛不如二三，国民的些说法啊。 咱凡夫无能力保住这一念，立刻就坠落地离山，这叫凡夫啊！这叫众生，众生甲佛无共的所在就伫遮，到这一挂无什无共，所以生活平等啊，生活不离啊。 我甲人讲出来，下面但众生太公福话太管初心未然，但观一心即果光，依靠无穷之圣因，寄生地干代德代理告诉关心呀。 你是讲咱欢呼，在欢呼地确实困难。众生太广，广是多的意思啊。咱的梦想太侪了，梦想分别执着太侪太侪了，佛法太广了。 管是比如啊，那是高不可攀一款。初心为难，初发心的人真难进入这个境界。在这些准备安怎呢？这就教人观化，观化是修行的方法。 是修行，功令关键而修行的人，伊也当掌握到这个功令，掌握到这个关键成就快速啊。未向修的人，唔知啊，这个功令关键修行就真困难呐、啊。掌握到功令，那就难。 错树啊，赶快找着树根，对根来对个窝咧，规张树啊就解决咯。怎啊？未着光冷的时阵一支巧，你要错树啊，一笔一笔叶啊来凑凑了再搁一,一支一支来错，各错这真麻烦啊！赶快将这张树啊错掉，还偌麻烦呢？费偌侪时间，费偌侪气力了。 六个根本就根本个固定高调啊，偌省事啊，整个就解决了，省时个省力了。修行也是同款，你一定要将功能去掉，这是教咱修观啊，所以活在这里，供这经典，会让修的人。 依文作观，你这样修行，这款大经就不被他了。所以说经典上的文理和所说的那的观念就得转，应该就得转了、啊。现在东主为什么过着三参就成佛了？所以就应该转了、啊。 禅风蝶魂比 q 伊就对着蝶魂比 q 转，伊就是初珠菩萨。禅风海魂比 q 海魂是二珠菩萨，伊对伊转，伊就变成二珠菩萨了。禅风妙珠，妙珠是三珠菩萨，伊就对伊转，家己就变成三珠啊。随文立观呐。 真正提升咯，咱读经就随着佛菩萨境界，不知不觉就对凡夫转成佛菩萨。可是呢，烦恼是其当啊，根本一个关键过断来了，过对了咯，对了变安怎呢？过再做，就进进出出，上上下下。 只要家己无休困，用努力总有一天会起去啊，未阁再落来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经典爱逐工读啊。古代的佳人一门亲力，长时间的丰收。 尤其现在咱选择个无量寿经好，进前体体免惊，总一讲也是到个西方极乐世界，留了阿弥陀佛的境界。咱今仔日大家斗阵啊，共同学习这部经典，每天斗阵研究讨论讲解这部经典，这言非常的稀有。 打开，随便全世界只有一家啊，其他赌场拢有真侪经纶伫内面咧讲啊，真侪经纶道听咧讲，是真难的理业。为什么？你毋是精进啊？你是属于杂进，太侪咯乱进。是在讲，又杂又乱，哪有进呢？ 迄真是鸿程啊！客气话，你个人保住家己的位置不退，迄就真好运咯、哦。日杂日乱，一定退转。这道理、事实、真相，咱拢爱了解。转变观念，这是咱修行的主流。 但观机心，一个讲依靠无穷之性用，就感应，啊！求福菩萨加持啊！咱个仔啊，咱有真心，咱有梦心。真心甲祝福如来无离无别啊！梦心虽然做不要紧，是假，毋是真个啊！妈咪菩萨讲真好。 起信论内边讲啊，真好。本甲本有啊，本甲就是主结果啊。佛法，本甲啊，不甲本无啊，不甲是咩啊？狄家讲的空，众生心不甲本,本无啊，本无决定可以断掉，本有。 决定可以恢复，咱对这所在建立坚固的信心。然后断恶修善，恶是什麼？是什么恶是咱本来无诶。善是什？么善是自性，那本来有诶。 那今仔你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念佛的方法。哎，知影这一句佛号，那时时刻刻挂在嘴中。你也知影做官啊。你未晓做官，那就化半老也枉然。啊，那做官呢？这句佛号是提醒家己，念念隔离不灭。阿弥陀佛。 这四字是梵语，音译给来啊。翻译中国的是“无”的意术啊是“无”，“弥陀”是“量”，翻译“量”或翻译“地”，翻译“格”，它起来是“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”。

这符合按你练就有落用了。咱面对着外面的恶欲弱点，明文利用，心直的震荡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将咱迄个动的念头拍消了。念头太罪做呢，归纳起来，不管好两种。 这个是贪爱，这个、是土匪啊，总不出这两种念头啊！这念头一个起来，阿弥陀佛，贪爱念头怕断了，念恶的念头也怕断了，保持着你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主要怎样是自性弥陀啊！ 米陀是啥啦？米陀是家己，家己的清净平等价就是米陀啊。咱在无量寿经拢读过啊，所以家己的清净平等价就是诸性米陀，诸性米陀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啦、啊，未用讲一，也未用讲二。 袂用讲主，也袂用讲他，对上世去体会这个意思。所以，咱来用这句名号，将“诸性弥陀念出来。诸性弥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弥陀，这是无二无别了。这就感应道到。 所以你念这句好好，伫这内面无关法，那就是靠念弥陀心善愿，化破那熬药翁念。你甲诸性，你甲十方诸佛菩萨，无起感应道交作用。 你内面有关法，念念会当提醒家己，这就是有感应道教作用的祝福加持呀，的祝福护念。所以，这句佛佛无量的功德，所以有一切法门内面无比殊胜，第殊胜。 念佛是因，幸福是果，因果完全相应。积善积德，代德代理，互数关心啊，为什么嫌疑公完以后，特别要讲这里、個？这個、表表话呢？ 官发的官门，怎样？这个你这样读经，你这样念经，你这样讲经，你也听经，你拢会向了。你哪唔知啊？话发唔知啊？做官，你虾米都拢未样那那有进步呢？ 咱境界哪会提升呢？所以诸位同学，你跟我斗阵，无论是时间长滴，时间长诶，你就退会掉；时间短，咱记起刚经诶遐个录音带、录像带，拢啊阁保存咧。 你睇我过去所讲的，甲现在所讲的，你发现无共款啊。有真侪经，我讲起真侪遍，遍遍无共款。为什么无共款？当年的进步啊，但过去的进步啊，我为什么也有一点仔进步呢？ 我会向管方。如果家己未进步，就是你观念无改变啊，你思想无改变啊，思想观念无改变，你无修行啊。思想是你心内行为啊。 言语是你口头的行为啊，身体做作是你心业的行为啊，心口的行为是意业，意业这个意业的行为做主宰啊，修行对根本修就就方便了，根本就是念头啊，你系从错误念头。 纠正过来，这就对根本修。啊你，你你你讲应说法，主人变变无敢款；你处事太人接不你一寡做法太多，也拢无敢款。心无敢款啊！ 这是强调关心的必要。咱再念最后一段：观音言文显是显意，模糊言中，模糊言是大成。这是梵语，梵语中国意思是大成，大成中。 始将初心，将有有心，是咱开始。初心，将有有心，有心是万万幸福。这两句话就是对初心一直到幸福都，伊安怎修。 纵观灵化故空，你详细去观察，你细心去体会，灵化拢不可得。为什么灵个化拢是阴阳性呢？ 八识心经，观世音菩萨甲咱做了榜样。观音菩萨经典一个开端，观自在啊！这三字是总算。来，比有因有果。 观是因，主在是果报。下面古甲咱讲呢，用什么观？怎在伫主宰行深般若波罗面多，这是因啊。行是修行啊。以身故以三亚行为。 拢在金八节播了比多，这讲起来金八八还句话讲你就捌啦。伊诶身心拢生活底，究竟圆满智慧之中，这就有即个意思。你再通国讲，伊诶生活行为拢落实在高度智慧之中，即我就更加容易捌了。 只要有见，我闻皆空，是是看到事实真相，人法皆空，所以这大主宰啊，往里一切犹如恐怖，都一切可哀啊！因甲各人讲啊，清清楚楚。 伊看真清楚，伊看真明白。灵空金刚经讲讲诶，三心不可得，是灵空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真诶，一点都无假。灵德不可得，你所提的所提书法，金刚经书法讲真多。 就发因缘生啊，凡是因缘生化，拢无自性，拢无主体，动体界空了不可得，名的不可得，做的不可得，你打什么妄想啊？你认为你有得有失，全是梦想，毋是真实的，毋是属实的。 殊西是灵所该空，灵法故空。灵是灵的，法是法的，拢是空呀。以观灵空，即是了因静寂。这里面讲三因复性，了是明了，是地教。 鸟音呼声哪里来呢？是对观音空来的，在香香观啊，对都会观呢，嘛就开就看到，一刚起来就听到。六棍接接外面六顶境界，那环顾未晓看，没了，未晓看掉了熊 将迄假当真呢？没咯，真相你无看到，一名病人看真相啊，伊对假相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所以古著智慧啊，伊生活伫智慧里啊，咱生活伫争执内面，生活伫烦恼内面，烦恼甲智慧是一念之间啊。 你一定要转过来给富菩萨生活，转未过来给还血生活。那下佛、读经、念佛，就爱将这个转过来给富菩萨生活。今下大家讲这个世间有灾难，富菩萨哪有灾难？能化解空啊？有甚物灾难？无灾难啊。 大地当亲侪有哪共款，真爽快啊！原子弹爆发，看放烟气啊，真正大自在啊！灵活解控啊，人有什么恐怖呢？欢呼，惊到要死，惊到要死。实际上，这物件不会死人，人安怎麼死？惊死的。你若无惊伊，那就看热闹啦。 看表演，真正都是这款代志，所以了音是地会啊，观灵空是了音佛性的境界，观化空呢，哎，这就是原因的经济原是左缘呐、啊，帮助你干活帮助你断。 断烦恼，帮助利益，建立诸佛境界。三密护心，这两个重要。正因护心，毋免讲咯，大家拢顾着啊。正因护心是甚物呢？佛菩萨常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迄佛性是讲正因护心。 正一佛性就是真心，就是前面讲的，一念概念之心，一念概念之心就是即空、即界、即中，这就是家己的真如本性啊！真如本性是大家拢固执，但是啊，以了因甲原因去开发。 你无了因，原因开发是无路用诶。你也是反恼啊，你也是烦恼。所以开发诶这两个工具，了了因个原因，对这未来来观因化改空，你在这当低调。 个论文，指甲领空，中甲发空，依观领发空，即是三种佛性，即三因佛性，你才真正了解，真正得到三因佛性的作用。 佛对初发心观念法空修三福性，得六即为生六即念法。这天大家所讲的，佛，这是依色和摩尼佛为类，这下摩尼佛安那成佛，安那修行呢？以对初发心观念法空。 当你这官法呢，观音法空，听到有千千无讲，可是千千的官法就得受用。这种官法啊，克你不下你一下离了，你就没了，你就退转。 决定袂用离下，袂当下离唯一个办法，就是逐工读经。换一句话讲，逐工甲佛菩萨做朋友啊，逐工亲近佛菩萨，不下离佛菩萨，那成就就紧了。远离善知识，但一定会被外界境界影响。 这点，我这一生当中可以甲大家做只模样。我这一生有条小小成就，我可做一供给。我好黑啊！我是伫空战期间当中失学三年，我学校的课业无完成，我只念到初中毕业。 可是我真爱读书，我对资本一讲都无放弃，因为小学搞我带来痛苦，我无读书的机会，所以家己对资本就袂用得下气啊。只要有时间有机会，我就去选知识，我亲滚借人。我少年的时阵，就现在人家 玩乐，玩乐场所，我毋捌去过，一生都毋捌去过啊！我有时间就找一寡出名教授，我去看，伊听伊咧讲话，我若找伊咧写批，无熟悉写批纠肩啦。即、啊、有学问诶，人真好啊！我是将心比心。 如果我是一个教授，是一个好老师，有人遮尔啊困起来求我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见。我是安尼想，所以我就下背，常常下背找这人。诶，我迄时阵伫台湾认识二十外个教授，我亲眷听音乐，我伫即内面选择倒一个较高明，倒一个较有意思，然后我就渐渐渐渐减少，就见一两个。 最后找到彭东义先生一个人，其他人我无咧听。我也是创一个啊，另外其他所在，我甲注意讲过，往去图书馆、书店看书，其他场所当中我无去啊。学过以后，大家知影。 我行的所在真多啊！我唔是去旅游，虾米名胜古迹的所在无去过，拢是人请，诶，负债去看。毋是人邀请我去江津，我就无机会去到遐地区啊！从来都无主动过。 去有一个所在，去遐佚佗，无啊！一直到现在，我诶生活过个真简单，真单纯啊。我诶思想无复杂，这是今仔日有一点啊成就重要诶因素。你爱会当放下，会当舍弃。 这花花世界无心人好看呀、啊，那你电视电影看就怎样，看一摆无想去看。今摆电视节目我无咧看，为什么？一一表演的我能怎样？没看。所以你安妮这当好下个，也当勤工俭力些。你心是不是顶呢？生活的地位的。 我当年同事朋友讲我是自在啊，下过以后讲我迷信，我就笑笑。伊唔知影，唔免甲伊讲，讲起也唔捌啦，白费口舌。到今仔日呢，伊明白了，拄着我就会讲，你的路是惊对了。当年你唔肯行，越老越自在。如主宰 越老越幸福，因是越老越可怜呐、啊。今麦知影咯，你也未富咯，你也学未晓，为甚唔早教我咧？所以观念发空，你才会当修三福性。修三福性是真正合乎。 开化之星啊，开化之星就是宗门内面讲的啊，明心见性。但明心见性，吉是渐悟，毋是顿悟。当年境界无共款，但各个想法都无共款，这渐进啊。 总门内面显示是顿饿，突然之间大铁大饿，但渐渐渐渐五入绿六积位，先六积轮法，六积位甲六积轮拢是渐进。六积就免讲咯，头前讲过了，景观地中即是分层顶格之轮法。 六级内面分正积分，分正内面最悬的升格，分正是对元教、初教到顶格，一共四十一个位置，拢是分正位。顶格上悬啦，我向上去呢是九星积分，这是分正顶格之莲化行人灵观莲化专是自心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 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证明这唯识家讲的啊，一切法唯心所生，就是这意思，全是自心。如如意住，步步古着，就是譬如啊，真空架中，天台用讲架中概括播部佛法。专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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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种关系，理治纷争。如果无关系，一定是门外汉。你下昏，无关系，功夫就点点。关系什么？关就去换了。你怎样观法？你的观念在转变，形起行为啊转变。 你的思想行为拢总转变了，有了转变，这叫惯行为啊。如果无观行，你达讲念经，你通念佛，达讲依照这仪轨去修行，你的思想观念无改变，你行为无改变，伊也是在凡夫位啊。你用的遐功夫咧，叫白用。 打工吸一千个头白吸咯，打工连十万下户口白念。咯。你爱伫思想上有转变，行为上有转变，这叫惯行为啊！你思想无改变，行为无改变，你功夫不得了啊！这一定爱怎样？对关系到相司。 对相思叫混静，对混静叫究竟。关行证明有立直佛，你就是正因佛性。大家古毋免讲咯，有基础名利直佛，大家所修诶是什么？名利为重啊，有名无实啊。关行就立境界咯。 你观念无改变，行为无改变，伊是名利重负啦。有名无实，迄无路用啊。该安怎生死抑是该安怎生死，该安怎轮回抑是安怎轮回。这是对观行到分证，咱真正用功，真正会修，甲地藏本源一粒粒，粒粒一加一。一一一一一一一 从地藏本源变成家己本源，家己本源甲地藏本源是一二二二二一。古话不标官话何以用心？这两句为重要啊！大家会记哩。你若唔知官话，你安用心，用心就用功啊！你安怎用功、啊？ 每一部经论拢有观法，每一节法门拢有观法。除特殊护法观之大多呀，特殊护法，光最明显的呀，最详细、最具体是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完全是特殊护法。总对记呢别文一联。 这对这总队，这是官法的做总结。对，那以如是观，以后的经文也是如是观。书中如是，将之离退，是讲这部经文对如是我闻教足类离退。中间若念化，若色心，若善恶，若反省。 正会因果，降花因时，种种差别法门，无不入心性观。你读了、听了，袂当入心性观，也就未起作用啊！爱知影入心性观，如破一米尘，出大千经观。 也当知影做官，改变思想观念、行为，那就是破一米田出大千经观。一米田就是比如这部诶藏经，大千经观是比如一切诸佛所讲诶无量无边诶经法，这部经拢固著了，以及一切。 一切职业啊，故听闻读诵礼拜供养，心不塌言，将心现法，弘明专心起修，专修在行这两故诶，从没想讲，从没遇过啊，呀，如是啊。 并不是三宗内面独有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如是啊。所以只讲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边就比如讲，即边濒临敬不之小义啊，濒临对不尊敬、赞叹，但是家己得未到受用。 那就是名为中人无关心，这布布是得袂到受用。意建立教正为关心，一句话说明祖师待德人，因建立教学目的就是在关心，教人会向关心。 知怎样讲？安怎来真正修行？像如一家大小祖伯，这是肉说。像谁呢？一家是天台家，天台家内边，大是摩诃机关，小是小机关，用庙法门。这内面讲的真清楚了。肉肉修心，思根显殊。 一番妙音再出离意论文在此而已。轮管现已一部分，但教材所在就讲完满了。然后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可靠不是没看头了。你还想修，还想恶，是不是学习最重要？ 是滚贤书，你还不勤滚贤地线，无好的老师指导，你来成就？即几句话，啊，世尊的阿难问师佛吉雄经内面，即开端就讲的，完全同款。佛在经中，甲阿难尊者第一日清滚贤地线。 所以，亲近老师比什么都较重要。老师对咱的恩德无比的深厚，这是殊多啊！我对于老师的感恩，在现代学生当中就啊，难看到。 我念念无离开老师，教室老师相片挂遐，每一个道场拢是安尼，抑过想要甲老师做一寡纪念。我想去图书馆，李老师当年道场是珠攻图书馆。 我也想要起一个故宫图书馆，起伫山东。韩馆长活化三十年，伊起的是华中图书馆。我也想要伫诶故乡大连起一个华中图书馆来纪念伊。唐东美先生是东城人。 我有意思的，东城中学举一个东美先生教学电脑教学，上引学校的一百台电脑去做电脑教学，希望这个代志会当真紧的落实。张家大师外地来蒙古。 來做一个纪念馆，伊是瑞蒙诶人，道场也伫咧瑞蒙。先帝势南吴啊，先帝势个温德超北吴，我、嗯、清军先地势安那能成就，最后中国，最后宽冕。 离开贤弟穴，咱就亲像婴儿离开父母，离开保姆，活袂落去。所以必须亲近贤书，一本妙音在处利益。好，今日咱将《地藏经》讲完完了、哦，论观行仪这个部分，配上顶拜，甲九华山讲的经文。 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》。好，咱就讲到这就好，完完，多谢诸位。